那个上级领导马上就要来视察了，你把手头的工作整理明白，有什么不明的地方赶紧告诉我。好的。去忙吧。啊。厂长。哎。怎么？你找我？进来吧。怎么，是落榜了吧？我是第三名。啊，我们这次就招两名，你这第三名和最后一名是一样的。但我其实应该是第二名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有人走了后门，顶替了我的位置。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们这次招聘是面向社会，公正公开，那都是经过厂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的。最后决定录用谁，还不是您说了算的吗？姑娘，这我理解你落榜的心情，这情绪上可能一时难以接受，但你也不能血口喷人吧。我是有情绪，不过不是因为落榜，而是因为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。你怎么就一口咬定不公平了？王霞是谁啊？那天面试的人我都记得，我就是没有见过他。我不认识，我这有事儿吗？你出去。厂长，我觉得位高权重的人应该有更高的觉悟。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认人为亲，那共产党毛主席打下来这个天下有什么意义？还不都毁在你这种人手里？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你这没凭没据的就不能污蔑人？有证据啊！王霞就是人证，你敢不敢把他叫出来当面对质啊？王霞和你什么关系啊？你出去！我才是第二名！出去，出去！我还就不信了，这世上就没讲理的地方了。高兴，去吧，老妈收拾一下桌子啊。好嘞。哎，爸，你只能倒一点点啊，你不能喝太多酒的。嗯，来来来，看着他点。没事，今天高兴，来，爸，我给您倒啊。来。叔叔，你这新梅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他没跟你说去哪儿呢？他呀，落榜了，心里难受，出去啊散散心也可以理解。陈国啊，回头你好好劝劝他，以后这种机会有的是。是新梅他个性呢，他就是要强。嗯，那个妈，嗯，叔叔今天高兴，进厂子都得喝点啊。对啊，殊荣啊，进厂子那是大事儿。对，得好好喝两杯。来来来，来先敬爸妈，好好的庆祝一下。来，还有哥，还有哥。啥呀？这酒杯。啊，新梅回来了，快快快，快进来。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没关系的，别心里头过意不去，以后这种机会啊，你有的是啊，妈帮你留意着的。妈，我明明考上了，是有人走后门顶了我的位置。厂长他承认了？他当然不承认了，那不承认又怎么着？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，我要举报他。殊荣能进厂子啊，那也是我们托了好多的人啊，好不容易才得到机会啊。哎，以后啊，这样的机会还有的是。等有了岗位，让你去面试啊，你放心吧。那到时候有机会了，那还是有人走后门怎么办？哎呀，不会每次
都有人走后门吧？我不管，我不要等以后，我就是要现在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先吃饭，先吃饭啊，秋梅。叔叔。啊。叔叔好，阿姨好。哎，正吃着呢。子博啊，来来来，一块吃点吧。啊，不吃了，叔叔，我刚吃完。那个叔叔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事找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出来就知道了。妈，我出去一下。哎哎，快点回来啊！什么事儿啊？干嘛呀？还神神秘秘的，干嘛呀？叔叔，你把手伸出来。你要干嘛？有这八成啊，是你哥知道叔荣进厂子了，过来特意庆祝一下。嗯，我不想吃了。要强。哎，你干嘛？别动，别动。就看看你手腕有多粗。我手腕不粗。行了，叔，我知道了，走了啊。怎么神神叨叨的？世道哪有蚂蚁把大树给推翻的时候，和和气气的，说不定啊还能在树上掏个洞啥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吃有喝的，你何必呢？这你凭什么为我好啊？我认识你了，我走开。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厂长任人唯亲，军属讲理无门。别喊了，别喊了，别喊了。厂长任人唯亲，别喊了，军属讲理无门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厂长任人唯亲，军属讲理无门。怎么回事啊？下去问问情况。哦，好的，书记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，这又打你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咋打？你死给我干什么？哎，打什么？你们干嘛呢？都怪自己的！你们这是干嘛呢？这影响多不好啊！啊！你是领导是吧？领导，厂长任人唯亲，不公平！你要替我做主啊！不公平！都在啊！哎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，我被服装厂录取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事儿呢没那么快能解决的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啊，在厂门口遇见了一个更大的领导，后来我就把这情况跟那个大领导说了，他就替我做主了。淑荣，你记不记得我就跟你说过那个第一名的王霞，我没见过他吧？大领导就查清楚了，这个王霞就是那个厂长的亲戚，就是走了后门的。所以呢，那我们的这个大领导就把那个王霞第一名的资格取消了，我这第三名就变成第二名了，我就被录用了。行，走走走，回屋就行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走吧走吧，进屋去。走，功
你别拽我袖子，已经烂了一个了。哎，你别把我这个袖子也拽烂了，你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我跟舒荣都考进厂里了，这是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儿。一个两个拉着个脸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双喜临门呢？你进去了，舒荣下来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不在名额里吗？给你做主那大领导一查，另外查出来厂长跟咱们家有关系，认定舒荣也是走后门进去的。是有什么关系啊？厂长是爸的学生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不知道啊，舒荣也没跟我说，你们谁都没跟我说啊。那要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大领导，我去跟他说，舒荣是凭自己真本事考进去的，不是靠关系进去的。行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可别闹了。你跟人说，人家能信啊？你是谁？你是人家领导，人家还得听你指挥。哦，所以现在你们全家都怪上我了是吧？啊，怪我上去了把舒荣拿下来了是吧？哎，我还真奇怪了，舒荣他到底是不是凭自己真本事考进去的？要这么说，我赵新梅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名。行行行，我才是凭本事考进去的。不管谁是第一名啊，你先在屋里待着，别出去啊！赶紧把衣服拾掇拾掇，什么样风里风气？我再风里风气，我也是第一名。戚薇，搬托育所去了。喂的嘛，把我当猪了都。来来，我给你拿包。就这一个包啊？要我说，你一个包都别拿啊！走走，回家。家里都给你准备完了啊，屋子给你收的倍儿干净，你就先住着。我家就是你家。工作的事呢，咱也别着急，慢慢找。哎，今晚想吃点啥？我给你接风。还是回去吧，都已经连累人家了，怎么还好意思让他再帮我们？还不是想给你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，但是总得试试啊！别试了，回去扫大街也挺好的。听妈的吧。师母呀，那快快请进，请进。哎，哎，师母，你看你师母，你来就来，拿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是专程来跟你道歉的，西梅去闹，我们不知道。要不然，我无论如何也会拦着的。我知道。你是帮我们的忙，没想到把你也给连累了。师母，您别说了，您看这事儿又不是您的错。舒荣也受到了牵连，他本来是靠自己的能力考上的。杜江啊，哎，我想再问你一句话，你们厂里能不能再给舒荣一次机会呀！啊，师母，这真的是不可能的。就算我想，那现实情况也不允许。您看，现在这件事情已经闹开了，那舒荣再去，
不是更不可收拾了？您总不能叫我难做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真是没脸再跟你说这件事情。我不过是随口这么一说，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那我们就走了。哎，师母，这个东西您带回去。不，东西你千万留下，千万留下，要不然我们这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啊。哎，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你了。哎，师母，你看您说的。哦，对了，淑蓉，你之前是干清洁的吧？对，清扫大街的。哦，这个目前安排个正式工是不可能的，但要安插个临时工，我还是可以的。要不这样，淑蓉，你先委屈一下，来厂里还是搞卫生，行吗？哦，行啊，行啊，那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您。哎呀，在厂子里总比在大街上强。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啊！谢谢您了，谢谢。我们先走了。哦，我们走了。好，师母您慢走。哎，师母慢走。哎，好。淑蓉，听说他做了你嫂子了。对。你们现在还住在老地方吗？你不用担心他，他过得挺好的。他进了服装厂，当了正式职工。我一点都不担心。你不担心？从见面到现在，你问的一直都是他。戚伟，你有没有关心我现在在做什么？结婚了没有？过得好不好？面对着面的，我怎么好关心你呀？说不出口。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和他在一个厂子里边，只不过我现在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临时工罢了。也挺好的，以后别的像从前似的那么拼命了，有些时候该偷懒就偷点懒吧。别说是我教你的，那个子博呢？听说上大学了是吧？怎么样？早就大学毕业了，都分配到机关单位了。你是不是日子过糊涂了？啊！哈哈，这里边时间是静止的，每一天都跟前一天一样。明天没什么好期待的，确实是把日子过糊涂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提起你在里面的时候。没关系。哎，真的没关系，你不提它就不存在了，就是个经历，一般人还没有呢。
怎么样？你跟赵子博你们俩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？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其实人家子博挺好的，大学都毕业了，进了机关单位了。进了机关单位就意味着衣食无忧，前途无量啊。别太跳了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从来不看这些外在条件。送你的，好看吗？我不要。哎呦，淑荣，你先别拒绝，来，咱先戴上。干嘛？咱先戴上，看合适不合适，好吗？这合适，这好看。这个是什么牌子的？万国牌，我都没听过，哎，很贵吧？不贵，这表带是咱国产的，这表芯是瑞士的，表壳是德国的。你自己做的？当然了，我厉害吗？佩服吗？叔叔，有了这表，以后你就再也不用问别人时间了。谢谢啊。看你好像还不太喜欢的样子。齐伟回来了。齐伟出狱了。啊。不是，那他来这儿干什么来了？他怎么就不能来了？不是，他能来。不是，齐伟回来干什么来了？原来你跟那些一样，你都看不起他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齐磊失意只是暂时的，他一定会更好。他一直都是那么优秀的，我相信他，我也会一直支持他的。还给你。不是，淑荣。当心点啊！注意安全。石宝，还要人吗？你行吗？那行，转弯啊，那边有堆砖，你给运过来。怎么样，齐伟？小心点啊！行的话多装点啊！好嘞。
哎，输赢有那么重要吗？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会看着我，才会听我说话，你才会注意到我。不信也好，我这辈子最希望的就是你能够幸福。知道你来海城了，我来海城给你们海城抹黑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变了。啊，你呢？我没变。我希望我没变。你变成什么样，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意义了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我现在过得特别幸福。你把我送到监狱里，让我自己走进了幸福的新生活。你这心里头就不觉得有点儿亏欠吗？齐伟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亏欠啊？又不是我把你送进监狱的。啊，你进了监狱，我就不该开始有新的生活了，我就得在生活里活受罪啊。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齐伟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你也应该如此。你进监狱是我的责任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你还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啊。我可是为了你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你是为了我。你是觉得我受了委屈吗？所以你帮我去报仇吗？因为我捅了书记然后进了监狱吗？你相信吗？我对你很愧疚的，我到现在都会。啊，我也想过要等你，真的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女人的青春就那么几年，时间不等人的，我等不起。我要是等你了的话，我这么辛苦的回城，所得到的这一切，就都没有用了。是吧？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。你自私的这么彻底。
我在里边的时候啊，我还一直在想，我得劝劝那个傻丫头，哎呀，可千万别犯傻，千万别等我呀，千万不能等我，这要是等我，我一直这么想，我真的这么想过。那我要谢谢你，真的这么想。你要是真的一直想着让我等你，等你十年的话，齐伟，我觉得你自己也太自私了吧，啊！你就让我把青春都等给你了。哎，我们在鹈鹕农场仓库的时候，隔着门，当时不是说过吗？为对方做任何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，都是愿意这么去做的。你爱上我是你自愿的吧？你为了我去捅人也是你自愿的吧？你进监狱关我什么事儿呢？你现在过得不好又关我什么事儿呢？我还得对你的人生负责吗？这已经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了，这是一段时光，这是一个人一辈子最好的十年。这段时光对于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吗？你会付出代价的，戚薇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让你对我绝望，这样你才能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可是名正言顺考进去的正式工，他有什么好为难我的？这不刚去上班吗？怕你不适应。那我有什么不适应的？我要像你一样啊，整天待在家里，什么事都不干，我才不适应呢。哎，我怎么什么事都不干啊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我跑了好几个单位呢。哎呀，但是呢，人家都满员了，没有办法安置你了，对吧？是，那人家也有人家难处嘛。嗯。全世界都有难处，就你牛成国没难处呢。哎，不过别说，你妹妹倒挺好的，在厂里表现的哈，哎，把厂里打扫的特别干净。那是，淑荣从小办事就特别认真。嗯，我觉得啊，跟她多年扫大街的这个经验积累有关。哎，新梅，你别老拿这个扫大街说事儿啊。那她淑荣她自己也没觉得丢人啊。我今天看他下班的时候还在那个废料堆里去捡那些破布料什么的，不知道是要拿回来做抹布还是扎拖把什么的。哎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也不丢人，不丢人。那是挺不错的呀，这说明淑荣会过日子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再说了，新梅，你现在都已经进厂了，别总是处处针对淑荣。我怎么就处处针对他了？我实事求是，实话实说，就叫针对他了。行行行。
咱不掰扯这事儿了啊，好吧？那个，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你上下班啊，你得留点神。今天我在我们家门口看见一男的一直在那儿晃悠，我一出去立马就跑了，我估计八成是小偷。那个，别让我看见他偷东西，要不然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，加小心，啊？嗯。家里没盐了，我去买袋盐。啊，小心点啊！师傅，麻烦问一下啊，今天早上在这儿拉砖的那个人呢？走了。谢谢您。好好干啊！哎，来了。哎呦，老三，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啊？七月。傻了。请我们进去坐着去啊！啊，坐着，请进，请进，请你倒点水，我给你倒点茶喝。你们家什么时候有过茶呀？倒水就行了。不用倒水。别忙活了，不渴。来，请。媳妇儿，你现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没两天。所以，齐伟，那你这个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哎，左儿，你怎么见齐伟还生分了？就看你说的。对呀，三，左儿是大学生，啊，读到肚子里的字儿，比说出来的话多。是这样，咱不是当年。都一起在建湖农场，抛洒过热血啊，流过汗水嘛。别想太多了，我就是想着呢，我现在这么个样子，能不能拉兄弟一把？哦，那能帮当然得帮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能帮上什么忙啊？怎么不知道啊？啊，你不说你们单位缺人吗？不正好齐伟没事儿，你跟你们领导说说，让他去上班。不是，这是缺人，老三，那缺的都是临时工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没事，毕竟有一膀子力气，这到哪儿干点什么还能把自个儿饿死啊？没事，齐伟，我是怕你嫌弃那临时工的工作。那毕竟以前在农场，你也是风云人物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还有齐伟，我不得不说个事儿。你看你这已经回来了，我妹妹新梅，我知道。过去的事儿，就让它过去吧。那就好。这么着，明天我就上我们单位，找我们领导落实你工作的事儿。这事儿交我。你看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呀，叔，还没睡呢。还别说啊，你这用啊，捡回来的下脚料拼的衣服啊，还真挺是样的。哎呀，我，你啊，能把这些废布啊捡回来再利用，还真是有心人。
你爸爸跟你哥哥很长时间呢都没有做过新衣服，我得让你嫂子好好跟你学学。别，新梅，新梅，哎呀，你叫他干什么呀，妈？新梅，哎，来，妈，怎么了？你看，这殊荣啊，拿下脚料做的衣服，你看挺像样的吧？你呀，也得好好学学，回头啊，你也留点心，把你厂子里那些废布啊都捡回来，那咱们家以后啊就不愁啊没有布做衣服了啊。好啊，哎，淑荣啊，你这衣服是给谁做的呀？要是给你哥做的话，好像大了点儿哈。没关系，稍微改一改，给你爸爸穿啊。我这个就是做个实验。妈，你要是觉得还行，我明天就给爸做一件。好，太晚了，你赶快回去睡觉吧。行啊，那你们俩也早点睡吧啊。嗯，别忘了，回头啊抽空给你爸爸跟你哥哥各做一件啊。好，一人一件。嗯。淑荣，你还挺有心的嘛。齐伟回来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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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啊啊啊啊这么自私。